嘿，来，一二三，各位观众，大家午安，我在哪里呢？你看看，讲讲讲讲，这么大的一个汉堡，你看过吗？我在维菲米这边的一个汉堡王这边哈，今天很荣幸访问一下老板。老板，你当初这个汉堡这么大一个，怎么吃得完？哦，这个看起来非常大，但是现在对现在的年轻学生来讲啊，他们越大越有挑战性，越大越有挑战性。曾经大概一个学生大概一个能够吃得完吗？吃一个大汉堡对学生来讲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那我们就是这个汉堡王有几种口味？我们里面大概有十几种口味，十几种口味，包括海鲜、牛肉，或者是这个鸡腿、蓝带，牛奥良，所谓的陆海空都有。那像今天这个是七盎司的一个牛排，这个是我们新推出的七盎司的厚片，花生酱牛肉。花生酱牛肉，我真的知道这个是美国人最爱。对，就是非常道地的美国口味。哇，你看看一个人吃三个，来，等一下，镜头拉过来看一下，这么大一个呢，对不对？哇，看起来秀色可餐。这样子一个大约我们的一个折合台币大概多少钱？就现在的售价是289。289，哇，那就是饮料无限畅饮。对。那我们有没有做小 mini size？也有，我们有一般尺寸的一个汉堡，有一般尺寸的汉堡就对了。那当初怎么想要构思说做这种，大汉堡？因为现在一般的这个汉堡市面上非常的平常，非常的普通，而且蛮竞争的。对，也很竞争。那我们在这个竞争的市场里面，我们要打出我们自己的通路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比较有挑战性的东西。我们自我的一个风格 style。对，而且我们针对的是年轻族群。年轻族群的话，他们喜欢挑战，喜欢不同，喜欢有特色的东西。对。所以我们特别就推出这种超级大汉堡。超级大汉堡。对。所以得到学生的很热烈的反应，学生非常喜爱。就像说一般的大学生，他们喜欢就是纠团，或者是大家同学会啊，来到我们这么一个这是美式的一个非常道地的美式的一个风格的一个餐厅来用享用餐厅就对了。对哇，你看这样子的话，大汉堡、小汉堡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最高纪录，一个人像你一个人可以吃一个吗？因为我没有那么年轻，我大概可能半个我就够了，半个就已经够了。对，那一般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的话，一个的话，对他们讲的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就对。你要不要想各位观众，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一口气吃五个？老板说一口气吃五个。免钱，你要不要来挑战大胃王比赛，来吃一下汉堡王？我们的电话，我们的汉堡王的专线在哪里？就是电话。我们电话是台南302-3230。06，我们位于哪里呢？我们位在大桥二街。啊？永康大桥二街。大桥二街这边哈，而且我们这边除了有楼下，还有二楼嘛，包厢的包有三间包厢。有包厢哈，对。那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11:30到下午2:30，然后晚上是5点到晚上9:30，假日的部分是全天候的营业。全天候的营业哦，你要吃吃看不一样的美式汉堡，就来我们这一家，叫什么名字嘞？菲蜜，菲蜜，为我。